听神的吩咐去随从别神。为什么又去随从别神呢？因为他呢讨得外邦的女士，所以十一章第一节，所有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士。咁咧就呢班外邦嘅女子咧，就叫佢去随从他们的神。第二节，你论到这些国的人又话，曾经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以所有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咁咧佢有妃嫔咧，白白都系公主，有妃。有八百，有公呢下公主還有分咧三百，一百個老婆。咁呢班人咧，個個都去阿妹一千老婆，一千。咁啊，咁又係咧，搞到佢嘅心咧，呢啲非分有話他的心咧，去隨從別神，不效法他父親大衛，誠誠實實嘅信服耶和華神。所以第九節就講到耶和華神咧，就向所羅門發怒，就係一而且一要佢去唔再俾佢啲仔啊到政制佢個皇位，就十分上變咗難不覺。OK， 咁啊，回答到你哋嘅問題咧，就約咗咁樣，相約又嚇。